婉婉帮粉丝挑机，档口老板狮子大开口：“你过来，你再说一遍这个国行的13 Pro 妹子多少钱给我？575。五七五，你这也太高了吧？怎么高了？这是国行的，便宜点啦。怎么便宜啊？我这个那便宜点，我都知道啊。你少赚一点啊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提的新车的事儿啊，没少赚。多少钱？5700。你一下扣50，你这不是拿才50吗？你就当请我吃两顿饭，吃一顿饭都不够呢。我经常找你拿货的嘛，哎呀，好不好吗？就这一台可以进来。行，5000。那这台的话，直接5899给粉丝拿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成色来。成色很亮的哈，可以达到一个98新的一个标准，并且这还是高电池的，电池90%以上的，6.7寸大屏幕，有高刷的，搭载了 A15的仿制机，拿回家用了5-6年呀，那不轻松的，功能都已经测好了，没问题的，双卡双待的哈，原生双卡双待的。测一下这个备忘录吧，听一下声音。没有电流声之类的啊，简单的测一下可以了。行，一会儿再给粉丝拿点配件，然后这个机器的话，晚晚拿回去给我们家的质检师傅再质检一下，没有问题，今天晚上发货。